众朋友请欢迎收看《大牙下厨房》啊，2021年呢第一集的超高量料理，没错，就要来正式上市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的东西是超高量料理，炸吐司马铃薯尼奇斯 mix，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今天的一道料理呢，我还没想到这个有什么好的名字可以去诠释它，不然做我们再取名。总之呢，今天会用到的材料有。吐司、鸡蛋、马铃薯、奶油，跟两包任选你可能会喜欢的饼干，自行斟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先做比较麻烦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把马铃薯呢变成马铃薯泥。好，各位，马铃薯削完皮之后，切刀切，切块、切片、滚刀都可以，我们就快速的把它切切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马铃薯拿去电锅里面蒸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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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蒸30分钟。那这30分钟我们要干嘛呢？跟大家小聊一下，这一季新番霸权，哈哈，进新系列没有？这一季的霸权只有一个，天竺鼠车车。这一季有换的东西蛮少的，那各位可以看天竺鼠车车跟五指转身。好，目前就这样了。哦，怪物事变我也蛮喜欢的。那总之呢，新番快评就聊到这，我们接下来就等马铃薯蒸好。你刚没有成就。马铃薯，好嘞！我们要测一下它的硬度。哎，这个硬，这个软度刚好，非常软嫩。所以呢，我们直接要拿调理机把它搞成马铃薯泥的样子。那在这个件事情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再加一点奶油块进去，让它有黏密的感觉。我们切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把剩下的把它包回去。下一次料理我们继续使用。那既然啊都大牙小厨房，以前我都只会在那边自己拌，哇，太笨了。现在我们用这个打拌它，然后把东西拿过来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搅拌我们的马铃薯。好变态。吃一口上面应该还好。好吃哎！哦，它好绵密哦。缺什么呢？各位，缺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缺点盐吧。这个要抓得很刚好，我们一小茶匙。白胡椒提这个味，靠腰打开整罐下去了，加点白胡椒提那个味道。那如果还喜欢什么样的味道，就可以自己加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，搅拌均匀。嗯，完美！我去让他们试吃一下。胡子来，你吃一个看看，吃一口，有点烫哦。这个是你刚刚做出来单身三年，量蛮多的。没有了，不要闹，试试看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我想让你帮我测一下。我知道了啦，这个是那个吧，那个红豆饼里面的那种馅。这是马铃薯泥，美式马铃薯泥，美式的那种，还不错啊。好吃吧？不累、嗯、那就是我们等一下的内馅了，期待一下等一下做什么。OK， 各位，竟然马铃薯呢已经过关了，我们就要来开始做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地方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这边油锅呢先稍微预热一下，接下来做准备动作是我们把这个吐司去边，那这个边边呢，你等下可以沾一点蛋液，然后再下去炸，就可以再做其他的料理了。然后再来呢，你要确保你的手是干净的，我刚刚有洗过手。然后你要把它压扁，增加它的那个延展性啊，这样子你就获得一个免费的面包饼皮。2020阿进频道名字是什么？花贵起司。2021我们还是一样，两种起司。但是这一次的料理应该不会让起司这么的强风头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怕它卷不起来，所以另外一块放在这边，我把马铃薯泥铺上去。OK。好，那在把它卷起来之前呢，要把我们的前置动作都做完了。首先呢，把蛋打在旁边，蛋液要沾附，大概打2颗。
拌匀。再准备这两个盆，这两个盆要干嘛呢？一个是面包粉，一个是等一下要放饼干的饼干粉。嘿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差不多，那我们油温拉起来，拉起来，那差不多了，转中小火，好，蛋液，蒸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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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粉，蒸起来，蒸起来，出吧。手机快录，感觉不太好看，但是待会呢，翻面应该变好看吧。看起来像春卷，是因为用地瓜粉炸吗？来，上去坐好，吸个油，拍拍它，来喽，各位切喽！它喷在那里，它喷在那里。他放在那里，但是你看，哦，流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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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旁边都流出来，不远，我要先吃。大成功了！感觉还可以再加个什么火腿或什么进去。真的，但是酱很够，酱好胖，酱好好吃哦。重点是，因为我买的那个吐司，它有蜂蜜的味道，所以它变成有三个味道在里面，超好吃。叫你不要吃一口，这一口就给你了。真假的？它有三个味道，蜂蜜、马铃薯、起司，这样子。哇，太屌了！2021最成功的超高量料理诞生，就是这样。哇，新的一年一开始就这么厉害，真的耶，超好吃，太厉害了，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不要再说我只有小杰，我自己也是可以的，好吗？这是我的范畴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开始做其他的不一样的。好，谢谢嘉庭，待会我来请其他人再试试，我来做新的、更多的马铃薯起司卷。好 ，Let's go。沾这个蛋液，哇，完美，真的完美！来，一样下去，把油吸饱。哎，真的，如果我在夜市，什么，直接这样一根上来啊，卷上来，哎，这样子啊，谢谢80块，对，谢谢，哎，80、60，哎，就可以吃了。那可惜，那个加盟专线。请打阿静的粉砖，谢谢。来，那这根好了之后呢？来吃了。欢迎第一次来我的频道吃，我也是在他们拍过桌游。还是叫我的小智啊？没错，来，第一次来大雅厨房就来吃这个我可能最成功的超高量料理，来吧。你知道我刚刚觉得像什么？像什么？它很像土托鱼。土托鱼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反正这个叶子真的会卖，好吃啊！超高！你可以想象那种餐车卖这个，然后排一堆的，他就推这个过来，然后上面是卷，他开始刷刷刷刷刷，然后开始一根一根一根卖。你看，这边流出来，那边流出来。那我这边呢，还有一个隐藏吃法，就拿这个饼干呢，稍微撒在这个盘子上，然后把你刚刚吃的那一半拿来沾满多利多汁，我来帮你用，有没有？撒满这个多利多汁，有没有？哇！直接拿上来，直接配着吃。粉的口感就不一样，来吧，从这边直接拿起来，直接再加20块这样。对，加10块，5块，加5块好不好？加10块，20块人太多了。欸，是越做好吃的。加这个之后升华了吗？因为它的皮本来是软，对，然后这个加上去有脆的感觉，我觉得是很赞。哇，掉了。没事没事，掉在地上是驴玉会少。好坏啊！谢谢摄影师。好，在你的心中，如果在夜市你看到它，你会给它几分？满分5分，满分5分哦，我觉得会给到4.8、4.7，真的。有没有最好的超高量料理这样完成了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啊。那我接下来来做各位其他人的份，那就快转。OK， 我们把台面收一收，待会可以来请他们试吃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，没有你在的厨房，超高热量料理。怎样？好，厨房还好。撒腿！来，放下你的饮料，来直接。超高热量料理就是要配肥宅快乐水。你先选一块你喜欢的，拿起来。我要这一块。直接吃一口，吃完一口呢，放在上面沾饼干屑，直接吃。啊，上面不就都我的口水？哦，我帮你沾嘛。你沾就没有我的口水。不会。吃。呼。来来来。马铃薯。cheese。
觉得可以再放一些。然后来来放进去，直接放花，对，放进去，对。好。我想一下，no 啊啊啊！不然就转朝后面染哦。没错，他都他是口爆爱爱，很棒哎！怎么样？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有层次，有味道，这是香草烤鸡。这是什么高热量口爆料理？在夜市看到你会想买吗？你会啊，但是我在夜市看到是你在炸，我就不会了。哭啊！好，我们再请其他试吃员来里面站着。你看，你看，了不起吧？我的那个叫人体封面放哇，三千万地契啊！我跟地契的合照。哇，他你抱着地契合照，好屌哦！他妈很不尊重我呢。不要接你话。这次超高量料理有没有抚慰你人生心灵？没有，我不喜欢。你有什么不喜欢？我就是喜欢。为什么？那你加一点这个呢？不是，你要吃就出来吃，不要在那里吃。你在干嘛？不是。你以为这样我就看不到？为什么你会不喜欢？好吃吗？很好吃啊。很好吃啊。很好吃啊，那你不喜欢？你不要划不到妹的负面情绪放在今天你是反指标哦。来，你不是，你让它撒在上面，对，吃，很好吃，感受一下好不好？旁边搭配这个肥宅快乐水，啊，你感受怎么样？舒服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超高亮亮。哎，怎么没有光瓦斯啊？我切小火，然后还要去炸。哎，太扯了吧？太扯了，太扯了吧？太扯了，还要去炸，这个套路太硬了，太扯了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如果觉得自己漂亮，记得在订阅号。想继续看那么棒，点一下我们棒清单。喂，哎，干嘞 ？OK， 妈，好了，快去了。哎，那我们就记得订阅大公司所有的伙伴们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小心下面爆炸！我双立多汁很好吃，所以这个东西5分给几分？3分，因为我觉得冷掉了。啊